早安语录第449期，卡通甜点不够强大的人需要幻想来认识真相，但也容易被语言迷惑而利益受损。强大的人互动的时候，只有真相、利益、实力、资源、利害关系、交易是否成功，所以真实的交往没有什么套路的，一般人做不到不下套，也做不到不被套，没有对过去模式的深刻反思和觉悟，就只能在为了重复无法前进，发现和觉悟了才可以越过被卡住的点继续生长。很多时候现实生活中的选择决定了一个人精神生长的环境。